台南市政府这几年来推展市容教育，这次结合十七间国小以在地当地的物产为主题，提出优化的课程，配合体验小游戏，由各校学童担任解说员，介绍台南的在地农产，就有校际交流，阁有亲自体验共学的机会，更加了解台南的在地故事。来自台南市七股区的建功国小准备分油和大家分级筛选，也介绍分油养殖为猴仔到修行的过程。筛的方式，然后就是文科的大小分类，然后还有我们解说员的一个解说，然后让孩子们就是知道说，原来我们这里的文科养殖是跟畜牧与混养的一个方式。再来是六仙区六仙国小准备三种山瓜。加上山椒来抹在石棒顶面，了解为高原到长岛的过程。我们预警最有名的芒果干，把它加到吐司里面，把它排成自己喜欢的图案。这是教育局这几年来推广食农教育，结合十七间国校推出成果展示，借由校际交流和亲自体验共学机会，介绍家乡的在地故事。把食农体验用娱乐营的方式来跟更多人的分享，也希望透过学校的食农教育，把它推广到我们整个城市，让大家对于食物的来源，包括对土地、对环境，大家都有一种所谓的尊重跟感恩这样子的一个心情。教育局为去年选定四间学校试办，扩大到今年十七间学校举办，将食农体验利用游泳营的方式，来向更加侪人分享，也希望透过学校的食农教育，推广到整个城市。记者孙英和北区采访报道。